来队伍哦，持续在前进哦。来，刚刚呢，都在这边停留了一下下，然后呢，刚刚呢，也下了一阵的及时雨，让大家呢解一下哦，解暑一下，比较不会那么热哦。那所以呢，现在大家呢，在这种温度还有非常凉爽的气候哦，大家共同在这边呢，哎，等待待会呢，我们的清水祖师爷还有我们的达摩老祖呢，圣驾哦，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哦。那在这边呢，再次的跟现场好朋友来说，这里是淡水平安师，在这里呢所搭设的我们的迎驾的庆赞的红毯哦，欢迎呢来自我们全省各地呢所有呢今天来到我们淡水地区呢所有的好朋友哦，欢迎大家来参加一年一度哦我们淡水祖师爷的圣诞以及呢夜巡还有日访。今天呢是第二天来到日访的时候，现场有很多好朋友，或许你今天呢才来到了淡水，刚好呢遇到我们淡水大拜拜哦，非常非常，因为呢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而已。那我们知道呢，知道说哈，咱前水祖师爷呢伊的圣诞，咱闹境就是咧祈福祈平安，没有呢我们所以也是咱的一挂咱的啊爹啊就去拜咧，啊不过呢咱今仔日看到咱有真侪神轿拢是用咱的灰吼来去它装置而成，所以呢真侪拢讲这个灰轿吼花轿，非常非常的特别。其实每一个所在吼，咱大拜拜的时候拢会咱在地的特色哦，尤其是呢在淡水这边呢，除了呢假日的时候大家来淡水老街啦，周边景点大家来走走逛逛，那一年一度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跟端午节